我是湖南人，我是欧法利，我是西方，我是在这个西北角我们最喜欢的地方。我们想告诉你一个关于我们校园的小故事。 我们的校园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滨海路3段150号、251号。我们的校园还有另一座建筑，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岸滨北路9段212号。 所以现在我们正好在校园门前的校园见面，想知道我们会展示哪些事实？姐姐，嗨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在这种一个人球场上，当然还有其他队友参观。 秋天是游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室内和室外篮球场以及羽毛球场。我们的水手是完成吗？对于那些喜欢运动的人来说非常有趣，我们都可以试用的。让我们搬到下一个地方。 这个地方是我在校园里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这个地方非常舒适安静，这里书籍收藏非常完整，还有我们可以算是的英文书籍。除此之外，这里的图书馆也非常广泛。 我们图书馆的设施有3层，一楼是有电脑室舒适的座位和完整的中文书籍，二楼有完整的中英文书籍，舒适的座位和安静的氛围，三楼有各种法语、西班牙语和其他书籍。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，你喜欢它吗？ 但我这个最喜欢的地方是，必须有一个与食物有关的地方。 我们校园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食堂。我们的校园食堂非常齐全，价格便宜。我们可以随时多种类型的食物，如汉堡、三明治、蛋、咖喱、意大利面、当然还有最重的食物。 猪脚豆腐，在高这方面，食物很好，就是和你的高酱。感觉饿了吗？来到这里，你可以吃到，感觉吃到你慢慢饿了，过很多钱。
的校园摘